200字，昨天，今天是250字，250字啊，还有200字。那听说你的刚刚身体不太舒服，脚怎么了？对，前2-3天吧，坐凳子，把凳子推到后面，我摔在地上，这个来，哦，又来。来了很自然的逍遥游，逍遥游。你看看这位，你看看这位88岁的老太太，那个脚是受伤的，还来逍遥游。我昨天看到她游泳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昨天我看到你游，昨天是游什么200字是吧？不是，蛙式好像。我昨天看到他游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昨天看到他游的时候，我看到他上来的时候，人家还把他拉上来，然后他还拿着个雨伞当拐杖。哎呀，我实在非常佩服这位88岁的唐腾瑶老太太。那在3年前我们就认识了。3年前我第一次。以前都是看别人怎么跳，看别人跳下去，我就跟着就下去。啊，你看看，耳朵听不到的，那看人家跳的，看到就下去。看到人家跳，他才跳下去。你看看这样的，这样的勇敢的，这样的一个积极的态度啊。那今年我有跟他们说，请他们招呼你一下。是啊，有啊，刚刚裁判就戳我一下。反正已经年纪大了嘛，反正能够游就好好的游，你找不到健康身体。好好的游，每天早上健康身体，耳朵听不到了还是可以游。游到什么时候？上帝要我回天家，我就跟这个世界塞哟啦啦。真的是高兴，好，今天很高兴能再次见到你，希望明年会相见，我还可以来采访你，好吗？还会再见。谢谢你。顺便广告一下，那个唐妈妈呢，她是台北市舞泳队啊，这个舞泳队好像成立蛮久了，好几十年了，好几十年了。加油！好，就这样子，拜拜。再一次红。